法师，诸位同学请坐。请看《大用无方》第八段，明毛光照仪三昧门。第四十，身清净光啊，身清净光看起啊。我们讲经文念一遍啊，右方光明身清净，令知身性本空寂，观身缘起如故想，是故得成此光明。这是六尘的第二种啊，前面讲过色，色是眼所见的，身呢是耳所听的啊，耳音声啊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在这个音声是比较明显一点，大家都知道它是波动的现象啊。我们的耳根能够听到的音声范围也很窄，比我们能听到这个音声波长的我们听不见，波短的也听不见啊，长波跟短波啊，比我们能听得到的音声呢范围太广太广了。佛告诉我们，我们六根的本能确实是不可思议，眼能见遍法界虚空界一切的色相啊，现在我们见不到了。耳也是如此，耳也是能够接受到啊法界虚空界一切的音声。六根所对的境界无不是遍法界虚空界，这个能力多大，我们一般讲呢叫神通啊，这个大陆同胞称为特异功能啊，其实特异功能范围还是很小很小啊，只比我们一般人呢是稍稍强一点，跟佛经上所讲的差距太大了啊。但是佛给我们讲的经上所说的是本能啊，我们的本能丧失了。怎么丧失的呢？这并不是真的丧失了啊，是他遇到障碍了，不起作用了啊，作用还是起，六根见闻觉知它还是起，范围缩小了，缩得很小很小啊。这些话呢我们要相信啊，为什么呢？相信你才有恢复的机缘，如果你不相信啊，就永远没有方法
恢复了。啊，向上提升，这六道往上提升，这个能力啊越来越大。啊，到破一品无明，见一分法身呢，这个六根的能力就圆满了。啊，那这是一般讲呢，成佛了。啊，天台大师所说的分真即佛，《华严经》上初度菩萨就会佛了。啊，我们现在讲的是贤首菩萨，他还没恢复，啊，但是他的六根的能力，那个很强，啊，已经让我们不可思议了，啊，他在十法界里面是佛法界，啊，再向上提升一层呢，就是破无明正法身，啊，这个能力圆满的恢复。身是根性所接触的对象，通通算是物质啊，所以色身香味触法，佛经里称它做六尘的，六尘加上五根啊，五根是眼耳鼻舌身，这个就是一种，这个叫色法啊。这个大乘经里面讲的心法、色法，色法一共有十一种啊。六根里面的一根是心法，不是色法啊。所以这个我们要搞清楚，这都是物质。啊，物质从哪里来的呢？物质是阿赖耶啊，或者我们说吧，八十五十一心所的相分啊，八十五十一心所通通有四分呐、啊，啊，自证分、正自证分、见分、相分。这个全都属于相分，相分就是现象，就是物质啊。从哪里来的呢？它的根本是自证分，自证分是法性，它的缘啊，法性是因，它的缘呢，哦，这应该是这个法性呢，是缘，因是见分，因缘和合，现象就发生了啊，本体。是法性，前面啊，也就是昨天我们讲到法性啊，这个自信在有情分上称佛性，在无情分上呢称法性。佛性跟法性呢是一个性啊，有情这个经上讲有妄想分别之处，这是有情。
啊，我们现在讲动物，啊，无情呢是讲植物、矿物，啊，自然现象，他们没有妄想分别之处，啊，所以只有现象，啊，我们称为物质的世界，它的本体是法性。性有见闻觉知，有色声香味，从哪里来的？没有因缘，它不是因缘生的，啊，自性里头本来具足，啊，就像六祖大师在开悟的时候说，何其自性呢，本自具足，就是说的这个能生万法，啊，这个说不上因，也说不上缘，啊，所以说佛经上常讲的法而如是啊，啊，它本来就是这样的。那么法性是空寂的。这个经上我们这第二句有了，这又放光明身清净，这个地方特别着重的就是清净这两个字，啊，前面六根清净的，这个地方啊六尘清净，啊，清净不叫尘了，因为尘是染污，清净没有染污，所以清凉大师换了一个字叫境界，啊，外面的六种境界清净了，那么由此可知呢，我们的心清净，外面境界就清净，心不清净呢，外面就叫六尘不清净，啊，就变成染污，什么时候我们自己真正能学到眼见色，怎么叫不染污，不起分别之处，不起贪嗔痴慢，就不染着了，就清净了。如果我们眼见色还起分别之处，被染污了，哎，还生爱好，这个喜欢那个讨厌，被染污了，从这个地方啊很容易觉察到啊，佛法里面修行在修清净心啊，在哪里修啊？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就这儿所说的 啊，前面眼见色，不为色所干扰，啊，就是能够在色相里面不起心不动念，真清净了，两边都清净了。啊，而闻声也不起心不动念，耳根清净，身境清净，啊，那由此可知我们的六根根性从来没有染污过，外面六境的色性、声性、香性、味性、
除信发信，也从来没有染污过。染污到底是什么？我们把这个搞清楚啊，这个修行你就知道怎么修了，从哪里下手了啊，否则的话你永远找不到门路，是不是？不得其门而入啊。啊，我们前面做了一个凡圣迷雾示意图，还做了很多光碟赠送给诸位，这个光碟应当要常看啊，至少一个星期要看个一两次，提醒自己如何修清净心。清净心得到了，真诚平等正觉慈悲通通恢复了啊，一个得到一切都得到啊，所以要知道问题就是出现在妄想分别之中啊。我们用个比喻跟同学们说，我们用的三种颜色啊，黄色的比喻妄想，就是起心动念；蓝色的呢，比喻分别；红色的比喻执着啊，你看。这三样东西放在一起，把它摆在我们眼跟色相的当中啊，摆在当中，我们对外面呢就看不见了啊，就迷惑了啊，这个东西就是烦恼，代表烦恼。那么我们要问它有没有染上我们的眼睛？我们把眼睛代表自信啊，代表这个眼根的根性，没染污啊。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这个色，这个色是色境境界，有没有染污它？没有，由此可知，发性。没有染污，法相也没有染污啊，法相是外面境界，通通没有染污啊。我们自己不晓得，佛菩萨知道啊。啊，麻烦呢就出在这个地方啊。那这是什么呢？我们现在是有形象给你看到的，实际上它就没有形象。它是一个错误的，相似相续的抽象概念啊，是这么一个东西。这个东西如果它有，您不肯放下，它真起作用，起作用却好像是被染污了。哎呀，我的心被染污了，外面境界被染污了，其实心跟境界都没有染污。啊，你不能放下这，你心里头有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根本不存在的，
它不是心法，也不是色法，啊，是个错误抽象的概念。啊，那么佛知道啊，我们迷得太久了，啊，所以佛教给我们的方法呢，不能一下放下，慢慢的一层一层放，一下放下的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表演了，啊，他当年在菩提树下实现的是，一下就放下，这大彻大悟啊，明心见性，啊，放下什么？放下妄想分别之处，我们就用这个代表。在中国慧能大师也是一下就放下，这叫顿悟啊！这一放下立刻就成佛了，为什么？你本来是佛，就是这个玩意障碍了，你变成凡夫了啊！所以佛教给我们，你先把执着放下来，这执着啊，执着放下之后就清楚多了。现在我们看的就像我们戴一个太阳眼镜一样，那外面就能看看清楚的了。这是什么？是阿罗汉的境界啊！所以阿罗汉看这个见色闻声呢，六根的能力比我们看的真切，我们完全是虚妄啊。看不见，看不清，不了解事实真相，阿罗汉比我们就高明太多了啊！为什么呢？他执着没有了啊，但他有分别，他有妄想啊。那阿罗汉再能够把妄想放下啊，这蓝色代表妄想，妄想放下啊，那这就菩萨了，这是菩萨境界啊，那就看得比阿罗汉清楚太多了。如果把这个妄想也放下了，本来面目恢复了啊！本来面目是什么？是佛。所以你本来是佛，你现在这个东西没有放下的，你还是佛啊！佛眼睛看到你是真佛，你不是假佛啊，只是你这个虚妄的东西你不知道，不知道叫什么？叫无明，你不明了啊！你没有放下，受这个障碍很冤枉啊。那为什么？你并没有真的被染污啊！啊，所以自信从来不会被染污的，外面的法相也从来不会被染污，所以自信是真的，外面法相也是真的，也不是假的。这个道理很深啊，啊，很难懂啊。真正明了啊，你就晓得佛跟凡夫究竟是一回什么事，差别在哪里，你明白。佛为什么变成凡夫？凡夫为什么能成佛？你也知道了啊！所以，在佛法里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修什么？放下就是啊！理事都要明了啊，所以令知啊，身心本空寂，佛在经上说法性本空寂，那么空寂就是法性，身法之性啊，这个身性就是
身法之心，是法心，是空寂的。那么性空就是佛，本来佛啊，是一切凡圣的本体啊。你什么时候见到空寂，你就见到佛了，你就见性了。空是从哪里说的？就像我们刚才讲的，法性跟法相，空是法相，万法皆空啊！啊，随着一切现象不是真的啊！啊，是一种是什么相呢？相似相续的现象啊，相似相续。佛在经上跟我说，一刹那有九百生灭啊。那现在科学家呢，他们说的也很好啊，科学家现在肯定宇宙之间没有物质啊，那就是讲的是色身香味触法没有。那这个现象怎么回事？是波动的现象啊，种种声，它是波动的幅度不一样所产生的这个幻象。这个说法跟佛经上讲的很接近啊，他说是波动啊，现象的发生，这个佛跟科学说的有很大的距离啊。科学家认为啊，它是逐渐逐渐演变的啊。现在一种学说，宇宙的这个现象，认为是最初大爆炸啊，到现在宇宙还在膨胀。佛不是这个说法，佛给我们讲的宇宙现象是一时顿现，没有先后啊，没有生灭了，没有先后啊，一时顿现，就像我们做梦一样，梦中的境界是一时顿现啊。我们细心去体会佛的话还是有道理啊，一时顿现，我们在比喻里面能够啊体会得到的。真相呢，放电影一样。我们知道，这个过去电影、传统的电影，现在是数码了。传统电影很容易体会到，啊，传统电影是幻灯片，放映机镜头一打开，这个幻灯片照在荧幕上，不是一时顿现吗？哪有先后呢？一时顿现啊，但是它存在的时间很短，镜头一关再换第二张啊。在从前这个传统的放映机，一秒钟镜头开关24次，也就是一秒钟啊，它已经换了24张不同的底片啊，我们眼睛就看花了，哦哟，以为好像都是真的了，
一秒钟24章。啊，如果说一秒钟，我们就用人王经上的例子，啊，人王经上的例子，大概一秒钟是216000张底片，你怎么知道它是假的？那个底片什么，张张不一样，啊，看起来好像，我们叫它做相似相虚相，它相似不是真的，不完全不是，不是前面一张跟后张不是，不绝对不一样的，啊，所以真的是一时顿现啊。没有先后啊，啊，这是说明说法相是这个样子，所以法相是空的，不是真的啊。你就像我们看电视一样啊，看电影你可以欣赏，你要知道你决定得不到啊，所以《般若经》上讲这个法性跟法相的真相啊，佛给我们说这个现象不能说有，不能说无，你说无它现象，你说有呢刹那生灭，它根本不存在它生灭的时间太快了，几乎是生灭同时，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它的生灭。人王经上讲的啊，一秒钟216000次的生灭，这是世尊方便说的，意思说不是真实，真实速度比这个还快我们科学家没有法子观察得到啊。佛在经上说八地菩萨那个心真的清净了，清净到几乎不动了，他感受到了啊，八地菩萨见到阿赖耶的活动啊，阿赖耶的活动啊，最重要的就是物质现象的活动啊，物质现象的生灭，八地菩萨看到了啊，七地菩萨还不行啊，那我们就知道啊，这是事实啊。为什么呢？八地看到，九地看到，十地看到，等觉看到，佛看到啊，这五个阶层的人，他看得清清楚楚啊。那就决定不是妄语啊！啊，凡夫不知道，不但凡夫不知道，你看看，连七地菩萨，啊，这都是听说，没有见到事实真相。啊，所以佛为什么叫我们放下？道理就明白了，假的不是真的，你何必执着呢？啊，何必一定要去求得呢？这错了啊，那什么，那个念头是错误的念头啊，所以贪嗔痴慢错误的念头啊，根本就没有啊，你贪什么？你的自信是极清净极灭，外面的相是不可得
啊，所以跟你讲，相有，性无，性是空寂嘛，啊，这不是佛门里头常讲吗？万法皆空，自性常寂，寂能现。啊，能现象，虽现象，空不可得。啊，相决定不可得。一真法界的相，我们看《华藏世界》，我们念净土的经论，看极乐世界，那是法相啊。啊，所以化身菩萨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一些菩萨那都一样，虽没有证得化身，他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本愿威神加持，他的受用能力跟化身菩萨没有两样，这是西方世界的殊胜。那我们要知道啊，知道之后你才会下定决心，我这一生决定要到极乐世界啊，你真去得了啊。啊，那么极乐世界里面的菩萨他们了解真相，纵然这个凡圣同居土的菩萨们没有亲自证得，方便有余土也没有亲自证得，阿弥陀佛天天在教啊，观音师至天天在讲学啊，啊，设方一切诸佛如来啊，都在那里教导他，他对于这个事情深信不疑。那么他见色闻声，是不是跟我们一样？不一样。他见色闻声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连起心动念都没有了，哪来的分别执着呢？这是佛境界啊！我们跟佛有什么两样呢？一样，佛也眼见色耳闻声，我们也眼见色耳闻声，所以化身菩萨看到我们会给我们合掌啊，你本来是佛，一点都不假。那不一样在哪里呢？不一样是我们想错了，看错了，我们以为是真的，当真的，所以在里面起了贪着。啊，起了什么念头呢？想控制它，想占有它，错了。实在讲，连你自己这个身体，身体属于色法。啊，眼耳鼻舌身水色法，你连这个身你都不能控制，你都不能占有，如果你要能控制，那我问你，你能不能保持年年是吧永不衰老，那你才能控制得住啊！啊，世间人天上人有什么人有这个能力保持住自己青春永驻？没有一个人能做到，那就是说明不能控制，控制不了。
啊，控制都没有办法了，你怎么能占有呢？哪有这种道理呢？啊，所以真搞清楚了，你跟菩萨一样快乐了，入住极乐世界了，啊，控制念头没有了，占有念头没有了，你清净心现前。我们这个心不能够清净心不能现前，永远是肮脏的、污秽的。原因在哪呢？就是控制占有，放不下，不知道事实真相啊！啊，所以真正要放下了，首先要看破啊。那我，你要是问我，我告诉你，我没放下。啊，我比你们强一点在哪里呢？这个经书念得多了，我相信。啊，我也努力在放下。啊，说实在话，比你们放得多一点，放得不干净，放得不彻底。啊，这是事实啊。啊，可是放下一点点呢，受用就相当可观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对于法性、法相，啊，它的真相，《般若经》上讲的诸法实相。就是一切法的真实相，一切法分为这两大类，啊，一个法性，一个法相，啊，性即相呢空，性本空寂呀，啊，这四个字好啊。啊，这个性上面冠一个身性，啊，前面讲的是色性，六尘的本性本空，六根的本性本寂。这两个字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那么你晓得我们自性本寂，寂就是清净心。六祖能大师开悟说了五句话，里面有三句是讲心寂。第一句说的何其自性本自清净，这是寂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的心啊，自性就是真性，有没有染污？没有。纵然堕阿鼻地狱也没有染污。所以为什么法身菩萨对你尊重？你并没染污啊，而是怎么样呢？你自己迷惑颠倒，自己以为染污了这颠倒嘛啊，迷惑颠倒啊，本不生灭啊，心没有生命，相呢？相也没有生命。啊，我们这个相，啊，这个身相，跟我们这个生活环境的现象，
我们在这个地方一起学习两个小时，这两个小时的现象在不在？不在啊。换句话是，我们进入讲堂这个身跟现在这个身不是一个身啊。你想到那个电影骗子去换骗子的时候，不是一个身，哎，跟前面没有两样吗？相似相续，相似相续，绝对不是啊！啊，这两个小时，你说你换了多少片子了？啊，我们就说一秒钟二十万张吧，一分钟60秒，一个小时60分，再两个小时，你说换多少？没法子计算的啊。那么从昨天到今天，那更多了，没有一张是相同的。你明白这个道理是啊，身心都不可得了，它本来不生灭嘛。哎，心不生灭，相也不生灭嘛。但是这些现象啊，无论是我们自己身体或者是外面的境界，确确实实随着我们念头在变。我们念头善，身心世界没有一样不善；我们念头恶，身心世界没有一样不恶。你明白这个道理了，六道的状况你就懂得了啊。怎么起来的？就是一念，就这个念头啊。如果真的觉悟了，他不起念头，不起念头是清净法界啊。所以你看看，没有执着，就是声闻法界，六道就没有了。六道里面的层次，往上去28层天，往下去恶鬼地狱畜生，那个层次也很多啊。啊，天有28层啊，地狱不止28层啊。啊，那么这就是你那个起的念头，善恶程度不相同。啊，恶念很重的时候，地狱相现。整个环境都变成地狱相啊。善念很强的时候，天道境界现前确实像我们看电影呢，一个荧幕上啊，显现的现象不一样啊。啊，你才晓得境随心转啊，不是心随境转啊。心随境转是凡夫啊，这个叫颠倒啊。境随心转呢，你自己就做得了主宰了。心转境界，心变境界，这个要懂啊，要懂这个道理啊。
啊，你能懂这个道理，你的一生就生活得非常的美满。啊，那么先前我们收到很多的讯息，啊，我不看报纸，不看电视，可是有很多同学，啊，把这个世界各地呀，最近发生的灾难的讯息，都传来给我看，我看太多了，啊，这灾难怎么形成的？就是现在这个世界人不善的念头变出来的嘛。啊，怎样化解灾难呢？很简单呢，我们把念头转过来。一般人他不懂，那我们就劝学佛的同学。啊，古人所谓的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啊，我们从学佛的同学，从净宗的同学，啊，我们来劝导，希望我们大家，啊，在有灾难这个期间当中，我们要把对一切人事物控制的念头放下，放不下，暂时放下吧。啊，希望你在这两个月当中放下一点，它就会有效果。啊，占有的念头呢，要它放下。啊，叫你长久放下，你不肯干嘛？哎，放两个月可以吧？怎么商量商量，看看这个，这个灾难转变有没有效果？肯定有效果。我们能信得过我们看到日本江本博士的实验，啊，那真的不是假的，啊，琵琶湖一个海湾，这个海湾是死水，啊，20年了，其臭味难闻啊，水肮脏啊，不干净啊！啊，他就做实验，找了350个人，请了一个老和尚带头。啊，老和尚90多岁。啊，350个人呢，集合在这个湖旁边，用最真诚的意念，祈祷，祈祷的话很简单，湖水干净了，湖水干净了，就这么一句话，350个人的这个没有杂念，只要一心就念这一句，啊，祈祷湖水干净了，大概1个小时。这个海湾呢，到第3天真干净了，臭味没有了。啊，日本的这个报纸跟这个电视都报道，啊，20年来的这个臭水呀，忽然干净了。保持多久呢？保持了半年。那这样的力量，这350个人的力量啊，如果每个月都去祈祷一下，他那个海湾水永远是干净的。我们今天全世界净宗同学大概也不少人呢，我们都发着一个念头，啊，这个事件灾难化解了，灾难化解了，我们有这个意念，啊，灾难没有了。
我们相信呢，这个效果跟江本博士在琵琶湖做实验呢，会产生相同的效果出来。2000年的时候，我住在新加坡。那一年，新加坡有一位神学院的院长，我没见过面，我听同学们的告诉我，他这个院长曾经说过，明明古老的预言都讲99年、2000年有灾难。啊，就是法国很著名的一个预言家了，诺斯多玛斯，啊，他就指确确实实年份指的1999年，啊，世界末日，啊，所以为什么这2年没有灾难？啊，他有这么一个疑惑，啊，有同学听到说，告诉我。我说这个有原因啊，有个道理在。什么道理呢？99年跟2000年有灾难是全世界人都知道，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全世界的信仰宗教的人都会为这个灾难呢来做祈祷，所以他没有了，不是没有，不是语言不灵啊，不是没有啊，祈祷的人太多了，所以把这个灾难化解了，至少可以说呢，把这个灾难推迟了。啊，那么我们现在看到2000年没事，1999年2000年没事。认为这个预言是假的，是不灵的，啊，那个清净心又失掉了，贪嗔痴慢又增长了，那现在灾难又来了，啊，现在灾难从哪来的？还就是1999年、2000年古老预言里面所说的。